你去拿一件灰鼠斗篷与它披上。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先歇歇吧。就是了。你熬了这一夜，还是病中，我越发罪过了。你身上觉得怎么样？哎，哎呀，都这会子了，小氏老太太他们已经快收拾妥当了，你还不赶快梳洗了？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！二爷，太太那边来人问，准备妥当没有？你先下去吧。太太那边都来人催了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？是。
宝玉，快点，把披肩拿来，快点儿！来了，太太。，你再去问问，宝玉弄好了没有？是，太太。 缝没缝完啊？二爷，二爷，老太太说车都备好了，让您快点呢。你去回老太太，二爷正穿衣服呢，就好了。是。哎，你别呀！二爷，你等等。二爷，二爷，你别急呀，你先去吧。是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 却又反虚微复缩起来，又请了王太医诊了脉，一面说汗后失与调养，非同小可，一面出去开了药进来。 已是腊月，离年日近，龙吟二府内外上下，皆是忙忙碌碌。怎么去了这一日啊？今儿不在礼部官领，又分到了官禄寺窟上，您又到了官禄寺才领了回来。哦，官禄寺的官儿都说问父亲好，多日不见，十分想念。<笑>他们这哪是想我呀？这不又要到年下了。 不是想着我的东西，就是想着我的细酒了。宁国公、荣国公，恩赐永远春季赏贡二分，龙锦卫候补侍卫贾荣，当堂领起。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用，多少是皇上的天恩。 官了来，给你们老太太见过，值了祖宗的供。上领是皇上的恩，下则是托我祖宗的福。咱们就是用10000两银子供祖宗，倒不如这又体面又能沾恩惜福的。是啊，除了咱们这样一二家之外，那些世袭的穷官家，若不是仗着这些银子，拿什么上供过年呢？ 真正是皇恩浩荡啊！想得周到。且说贾珍那边开了祠堂，着人打扫祠堂，收拾供器，请神主，又打扫上房，已被玄贡移针引下。贾珍命贾蓉捧了银子回过贾母王夫人，又至这边回过贾赦邢夫人，将口袋向祠堂大炉内焚了。 便有小厮拿饼铁一篇回黑山村的乌庄头来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大鹿半只，当子50只，獒子50只，天猪20个，汤猪20个，龙猪20个，野猪20个，鸭腊猪20个，野鸭。
青娘二少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上好厨房。最好的大米。怎么就这些？今年年成实在不好，从三月里下雨起，接接连连直到八月，竟没有一连清过五日。九月里一场蛮大的雹子，方进1300里，人、房屋、牲畜并粮食，打伤了上千上万，所以才这样。爷明察，小的不敢撒谎。哎，我算定你啊，至少有5000两银子来。这够做什么的？如今你们那里只剩8、9个庄子，今年倒报了2处旱涝。你的老婆还打擂台啊？真是别想叫人过年了。爷这里还算好呢，我一兄弟离我那里只100多里，谁知竟大差了。他在那府里管着几处庄地，比爷这里多几倍。可如今也只这些，只不过多2、3千两银子，也有饥荒要打了。正是，我这边都可对付。你无外向大事，比不得那府里。这几年添了很多花钱的事儿，又不添这什么银子产业，这1、2年啊，赔了许多。你说不管你们要，找谁去？是是是。